下来了吗？你们？没有。哎呀，今天您这么漂亮啊！妈妈呢？哇，妹妹你也去啊？你去看姐姐跳舞对吗？嗯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。你要毕业了，你觉得你有什么感想？舍不得同学还有老师啊！哎呀，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台是吗？我来吧你。会不会很棒？今天舞蹈都很熟练了吗？对。那你今天要好好的表现哦。啊，待会我就在台下等你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妹妹。妹妹，妹妹，你觉得姐姐跳舞会跳得很好吗？女儿马上就幼儿园毕业了，今天带她过来参加个毕业的晚会吧，然后也看一下她今天舞蹈怎么样。紧不紧张？紧张吗？紧张吗？有点紧张是吧？那你上台就不要怕我，怕了就跳不好了，怕不怕？害羞。那你刚才又说不怕，不要怕好不好？就是怎么样好好表现。但你们在那边哭，对，你看你同学他都不怕。你怕不怕？你不怕吧？对啊，你看人家都不怕，你干嘛要怕？我也不怕。你看人家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不要怕啊！啊哎呀。
还有一个舞蹈吗？对呀，我们还要。出去了，宝贝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，快点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。接下来有请幼儿代表为我们的老师献花。县幼儿园2019届大班毕业典礼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妈，你在台上紧张吗？今天？紧张。紧张啊？那你唱那个毕业歌的时候，心里想什么呀？不要紧的，到时候都舍不得他们了。那改天我们有空又回幼儿园看看老师好吗？那你这回毕业是小女孩，然后你下次毕业就是大女孩咯。你知道你下半年要读什么年级吗？一年级。一年级对吧？那我和妈妈就祝福你学习进步，身体健康，然后快点快点长大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吗？明天要去。去哪里？广东。去福建，去厦门。走了。对吧？走了。